你好，我是总统蔡英文，谢谢你过去一年来投入防疫工作，让台湾有最坚强的防疫国家队，来守住疫情，维持平稳的生活，真的非常感谢你的付出，辛苦了。最近疫情有新的考验，不过有专业的你们在，国人都很放心。我们会继续支持医护人员，支持防疫伙伴，也请记得该休息的时候就要好好休息，该吃饭的时候还是要好好吃饭。新的一年，我们都会一起克服挑战。